然后他现在倒了 ，Oh my god！ 天哪！现在是礼拜一的凌晨1:45，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再考一次多一。Good night. I can't answer. Huh? 哎，我有两天其实。你现在几点几分？看一下时钟。看得到吗？看到，看到。价格会比较优惠一点，但是一定有一个方案是，你是订一个月，然后你随时可以退出的那种。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禁止绑定订阅时间。那我把电信号码可惜再讲了。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要从远传转到台湾大哥大的话，你可以把你原有的电话号码带到新的电信公司。你在干嘛？我就在努力啦，没有搞错。唉，现在几分了？听过很糟吗？蛮糟的。哎，做你的事。我有没有当幼教老师的潜力？天气好差哦！刚刚不是很准？天雨路滑，好可怕哦！好啦，再见啊，分道扬镳啊！够了够了，好，都这样。有的可能是要血压太高啊，或者是他有做手术，手术后要恢复啊，或者是有其他特殊的状况，比如说刚刚有一些是可能他有特殊的。好乖哦，要去哪里？要去哪里玩啊？乐色场。那要走哪里？小野篮球，篮球，篮球。一个人的错，我的错。好像还有一堆人来到垃圾，正常，因为对很多人都这时候比较悠闲啊，适合来垃圾。我不觉得是这样。好，悠完了，垃圾人，我的超人，哎对，我还有。
垃圾场，我的操场，到此一游。你的操场。车从这种就是车架上面下来的时候，就很容易那个这样倒退步的时候呢，脚踏板就也会往后转，然后呢转的时候就会刮到我的小腿。我小腿已经几乎每一次这样从上面下来都会给我刮出一条可怕的伤。刚下助教课，刚下课，好累啊！现在要回啊，又饿又累的。现在要去吃，想要吃排骨饭，希望可以弄到一个好吃的排骨饭。中央这边，我前几天就在想，为什么中央这边都没有好吃的，就是便当。然后，哦，现在真的很想吃排骨饭。上的中央。我觉得这边应该算是学校数一数二漂亮的地方，就是伊人特的体育馆跟这个世界奇观这边。刚刚想要带去喝的饮料，就这样孤零零的放在了家里，我现在真是太难过了。然后他现在倒了 ，Oh my god！ 天哪！我觉得啊，我这一两年在就是看英文的东西，跟一些就是复习可能之前的学过的英文的东西，这些考试啊什么的，我就越来越觉得跟学会跟不同口音的人就是用英文沟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呢，之后就是在很多的工作的场所上面，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光是英美的口音就已经让人很头痛了。这点是我身边很多就是考一些那个英文的考试的人都这么觉得，就是那些听力会有来自各种地方，然后可能还会有澳洲的口音这样子。像我们的 TA 有一个，就是 TA 有印度来的，然后他很厉害，他很棒，就是能力很好，只是像是我自己就是听的时候会需要再多思考一下。对，那之后可能工作会常遇到这类的同事，然后就希望可以就是变得更沟通起来更没有障碍吧。我好像平常也没有怎么机会跟外国人去聊到天，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哈哈。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就是认识朋友、认识外国朋友的机会。一起做事是一个特别契机吧。Nice。最近有点想要把那个头发剪短，大概到这里，把那个金色的地方剪掉，差不多吧。可是到这里的话，到门带，剪短也不可能这么蓬啊，剪短就是。下个月去剪吧。